第一位，首先请陈伟业议员发言。冇，主席，我谂你请啲官员可以离席啦，啊，唔好浪费啲官员啲时间啦，因为我哋冇可能喺五点钟前可以开始嘅议程，咁啊，请啲官员可以即系多谢佢哋今日晏昼啊观赏咁立法会委员会历史以来最精彩嘅辩论。而家十一位咧系30分钟，我尽量睇时间啦，因为如果系有咁嘅规定咧，我就会跟住咁做嘅。暫時就未有咁嘅規定，我就暫時不要咁做。我相信秘書會提醒我係點樣安排。咁等佢哋官員同秘書處再安排好唔好？議員照按照我安排嘅時間俾大家發言。